正式进入这个冰雪路段，这一段路我是清楚的，肯定冰雪比较厚，我也不用看我就知道。23的西皮满点，你好牡丹。哇，在这地上全部是积雪啊！你看前面二前面就都挡我这个防滑的。我还刮了三档，开玩笑。你把那防滑链绑紧吗？我为啥要绑防滑链啊？这路上我有资格绑防滑链吗？用得着吗？你看他们都在绑防滑链，我的车用得着绑防滑链吗？真是搞笑的很。吹死你屁！不准影响我开车。那还不是？那还不是？你大王，你是，那就好主的开车，不要乱说你。我真的是受不了，应该就是。现在开车去冰雪雪，你干嘛？下面又是这个雪哪会打滑吗？你看他们都在绑防滑链。别笑，别说，好好注意的开车。我跟他戴个头，那么、嗯、我喊他不绑防滑链，直接走就行了。我还是挂了三档，看到没有？看下档位，挂了三档，跑了50嘛。哇靠！这么多车都在挂防滑链呀！安全第一，连小心翼翼。哇塞！仙人板板。空气最好，用得着吗？小心点，小心点，最好的。不要了，一定不要了。哎呀，真的是！哇靠！那么多车子绑防滑链呀，比我高档多了，大几十万的车子都在绑防滑链。人家的50不绑防滑链过来了吧？你看一下，把那防滑链没有？夏师傅走的啥路啊？哎，别头这边边上弄个滑下去，谁教你？小姐走路。烦，求得很。小姐走路，小姐走路。注意开车，你吹球他是一匹马，你是这。我这是吹牛长大的啊。这是赶紧问那个安全的，哎呀，注意注意，小心跟那边儿说话了。啊，不说话了。没得问题的，你说，就我们夏师傅的技术，你就不相信的话，就没得意义。他开得快得很，开得快得打滑。30-40码也好快呀。30码的。这边苏宁这个冰雪是最多的了。这是转弯隧道。转弯的冰雪。慢点。放心吧，安全的到达了鲁南临海观景区，但是这个景区是封闭的，路上的多少车子都在绑防滑链，我没有用防滑链，一样都开上来了。要去哪里啊？看看风景吗？好吧。看一下，路上全部是积雪，我的车子没有绑防滑链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没有绑吧，这个后轮，然后这个前轮也没有绑，然后这边还是没有绑防滑链，看到没有？哇靠，这挡泥板上全部是冰雪，哎呀，哇塞哇塞哇塞，好爽啊！这个轮子也没绑，我们看看能不能够看到那个观景平台去，这边就是鲁南临海观景平台，看一下这里，南迦巴瓦，海拔7782，漂不漂亮？这里是观鲁南临海观景平台最壮观的地方，看到没有？下面还有一个观景平台，我都不想下去了，好多年前来过这里。你不出去啊？这儿出去噻。前面可以出去噻，我这儿出去噻。前面可以出去啊？肯定噻。哇塞，
妹妹推的芒果很大。刚刚的。要干啥子？啊！又拿我的好宝进去擦皮鞋。这就脏的，这一擦我先昨天擦过嘛，是不是这个脏的？好，前面堵车了，全部都在上防滑的。我的妈呀，这么多车上防滑的啊！全部车辆拴防滑的，我不想拴防滑的，我肯定不拴。拴你嘛，必须要上去。肯定是真的有点那个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哎，快讲，你嘛拴你嘛。你看多少车在拴防滑的？嗯，拴你，下来，妈防防滑的拴你。我要拴。安全第一，哎呀。放心，我这是市区的，懂了没有？你看这十多辆车全部都拴防滑的。我看那路面上的大货车停在干啥？再去看一下，十多辆车全部在穿防滑的呀！我靠，懂跟懂吗？我靠！真的会滑呀！走吧，按喇叭也没用啊，能够走就走啊！看到没有，这里所有的车辆都在穿防滑的，使劲超吧，你超到前面去看走不走得动。我后面还有多少车就算了防滑链的，今天们走了来。哎，跟你说不算，我开得起走。放心嘛呀。我骗着你，你在放心。下去走路。你万一有点啥事情，咋整了？你神经病的都。不得。好，不得，我意思。好嘛，等他们上防滑链，我们再出发。看到没有，这设计拉山顶上全部都在穿防滑的，我的车暂时没穿，走不动再说吧，反正不会掉到沟里面，也不会掉到悬崖下面去。哦，我的天哪，都是穿防滑的呀，你这让我走不了啊，老大，我想走就走不了啊。掉了，在后面。你这个车子根本就用不着，说老实话，你起不了稳住就行了。F9 也在前面穿防滑链，不对吧？那还在这里堵上两个小时？咦，老天，这怎么玩啊？我走不了啊！到了设计拉山山口上，全部都在穿防滑链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走啊！看到没有，前面那个大众330途昂一样的干不动啊，上了一条防滑链，起步都起不了。哎，早知道我们搞个20副防滑链在这里来卖，500块钱一条。我就知道他走不动，我才叫他们走的。他那个是前驱吗？这个奥迪 A4 应该没问题， A4 它是绑了防滑链的。把那满挂防滑链，那我走了，全部都不走。看我面包四驱跑得乌拉乌拉的，哈哈，我是在那里看笑话的吗？不应该呀。师傅你厉害，你不就是防滑链也不上，我有防滑链，我现在啥都有。对，早也走不了。这不全堵上了，这不堵了，他妈砸死。那个前面等一下要过来的，他马上要过来。是的，他们那个车子马上要过来的。我靠，交警还在那里啊？会不会骂人呀？没拴防滑链。不知道。待会儿不要我过的话，我自己拴了。前面出车祸了，有交警。你看嘛，在那儿交警都还不防滑链。直接跟他说没有啊。哇塞，到设计拉山口，这里所有的车辆都在绑防滑链，我的还没绑，不知道能不能够动，到时候看吧。前面还有交警，什么车全部都在绑防滑链，能够走的话最好。来吧，现在终于可以动了，别停呀，老大。 OK 动了，走了。啊，慢慢走吧，不能够停呀，不能停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。
全部都在上防滑链。如果下山的话不行的话，就要绑防滑链；上山都不怕，没绑防滑链还呱呱的打。我靠，摩托车啊！摩托车不是开玩笑的哦，一打滑的话就摔翻了，不能停呀！大哥些，你们不能停呀！只要不停，我都不怕，随便怎么就扒上去了。停了的话还是不行的。停，你稍微给远点点，要远点我。大哥，两个骑摩托车的，好，前面那个拔刀我都不怕了，拔刀羊问题都没得。我靠，我不想超车了。我这个现在是十码的速度，然后转速是1000转左右，全部是压实了的冰雪，路上压得比较实在。我靠，下了个车子，大哥下了个，最怕回车了，这种地方其他都不怕。哎呀，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看一下这路，全部是冰雪压实在了的，全部是那个防滑链压的印子。哇塞，怎么回事？不能停呀，不能停呀，停了我怕起不了铺啊。我最怕我的起铺困难。你开慢点嘛，你就不是人家了，你滑手。开慢点，你后来在啥子了？你后头不要跟他两个，就是距离隔得近得很嘛，你就不怕。我不能够停了嘛，大哥。你不能，人家那隔得距离近得很，开慢点，距离离远点。我能够走前面就走了，绝对不能停。开那么快人的嘛，距离。现在慢慢又停了。现在慢慢停啥子停？你从边边上开啥子？我从那边开嘛。你让他们多重量开嘛，他起步很困难。哎呀，老先生办吧，又停了。哎呀，我最怕停车了，这个冰雪路上不能够停车，懂前面你只要一直稳当走就是最稳当的。你就往那中间那停在边边上，就不哎，万一我走不动了，我就在边边上摆着，我就可以处理。你摆在中间去了，走不动了，你就没办法处理的了嘛。你不懂啊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也不懂啊。妈，还在外面转弯啊。我靠，那个车子上去不到了，算了，等一下了。我走了。哎呀，我这个车能不能摔到？看嘛，就是不能够提，不能够那个。啊，对的。等一下。这皮儿甩那好多脚。我起步有点困难了。这样我起了步就稳当，我不能动了，我的车子。我现在最看从中间人，你不准停。等一下，我来处理。不能动，我晓得你不管，你不爱下车，你在这样坐了你的。现在我的车子没有拴防滑链，在这个位置停了之后起步的话就要往甩尾了，所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，我等他们走了来再说。如果不停的话我一口气上去没问题，如果停了的话就不行了。你看车子甩到边上去了，起步。哇塞，这白毛风吹得人受不了。上车上车上车，快上车。哎呀，哦呀呀呀呀呀呀，这白毛风吹得风太大了，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够起步在这里，可能起步有点困难。哇塞，起不了步了。哦，等一下，上车上车上车，风沙太大了。